队长海元日前在直播上透露了团体至今仍未举行演唱会的原因，引发网热议。据了解，当天直播中有粉丝询问海元姐姐什么时候举行演唱会呢？对此，海元面露遗憾的表示，现阶段应该很难实现，因为我们目前拥有的歌曲只有 OO Tank Dice Cool Kiss Hey Gabby Sparkling Party。不行不行，我们还不能，我们没有足够的歌曲开演唱会。而影片曝光，粉丝美气氛表示 JYP 为什么不多写点歌给 Amix 呢？同时期出道的团体都在开演唱会了，公司的资源到底都分去哪里了？ Amix 콘서트하려면지금할수있는곡이봐봐오오탱크다이스쿨이렇게네개에다가키스안녕 개비 스프링클 파티 이렇게 해야 돼. 안 돼, 안 돼, 못 해.